今晚吃鸡了，超级滑嫩的鸡腿肉，很下饭哦，今晚又可以多吃一碗饭了。下面我们开始操作，准备三个战斗鸡的鸡腿，去骨后把肉切成块，一份金针菇。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，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五香粉、大蒜，倒在一起搅拌搅拌。把鸡腿肉、金针菇放在一个大碗里，淋上酱汁，用你的小手抓一抓，腌制15分钟，放入微波炉中火15分钟，可以吃鸡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懒人微波炉系列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收藏，详细文字版做法在评论里。